他脚踩一个爱心，但好可爱。对，他就是象征把心锁打开的感觉。那钻石里面是金箔高粱给他安一个灯座，就这种感觉。布灵布灵的感觉。不奢华说不是优雅。我的巨乳企鹅老板一定会赢过巨乳巨鹰，巨风音速号的。我们的巨乳音速啊，不是飓风音速是一定会赢过企鹅老板号的。主题非常明显啊，对，这主题非常明显。本来想说，哎，大家这样看出来，我打扮成这样，大家看出来我今天是什么角色吗？杰尼龟，杰尼龟，没有，好歹是小火龙，神奇宝贝大师，对啊，总蛮像的，蛮像的，然后会从那边掏出宝贝球，走错了啦，不是别的，错房了啦，不是，我今天是暴兄弟的小烈，我是小豪，必然的是小豪。请问谁平常会有这种东西啊？我都有特地买。我跟你讲，为了你，我就去生出来。然后昨天跟你讲，就是生出来，立马生。帮我这边戴手套好了。哎，我手套在这里，因为太热了。啊！小烈手套真的是。这是滑手机用的吧？对，滑手机。好热哦，干。小烈不想讲这种话。这感觉比较像
是小豪会讲哥哥。对，好，反正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去博士学校，位于板桥的一间非常专业的四驱车的专卖店，然后你也可以来参观，也可以来买东西，它有大的轨道，可以在这边一起找回童年。好的，好的 ，Let's go。一个就是动漫宅少女，安心小时候有看过《炮火兄弟》吗？看是有看，那你有玩过吗？但是没有玩过，一直很想玩。真假的？但我等一下应该还是会选，就是可以弹跳的。我自己的车，小丽的车吗？没错，参加世界杯的。那我怎么办？最终因素。哇，好多，我不知道怎么选呢。超多车的，他们选。而且这很可爱。但我不要。你是要挑可爱系的呢，还是有动物系的？动物系是刚刚的嘟嘟蛮可爱，好 Q 哦，我有点。或是那种卡通出现的，哎，这台很像那种外星科技的。对啊，电子车的感觉。汽油哎，居然还有汽油。来看一下，哎，这好可爱哦，这好可爱哦，怎么办？有点想要哎。你可爱吗？当然没有，怎么不要脸？他本人在里面开车。熊本熊的也很可爱啊，那边是超大熊本熊。哎呦，大象啊，大象，最爱的大象，我最爱的香港计程车。外面，外面它的那个门上面有一大排一大面，就是这个。但外壳都没有差，对不对？外壳吗？对于跑这件事，有哦，有差吗？以我们的速度，再加上就是距离，可能不会差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慢慢跑，它看起来就跑超慢的，反正输了也没差。哎，干，这样我的飓风音速真的输了的话，不是很丢脸？输一只企鹅。看起来是应该算简单，那个零件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毕竟应该对现在的就是车种来讲，算是非常单纯的吧，就是壳装一装，然后盖上去。所以你智商提升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提升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每次最隆重就是贴贴纸的部分。对，完全不能贴歪哎，然后你不能皱掉。然后你怕它，因为它这个很薄，有时候一放上去，它就粘住了。它的轮框是金色的，然后它这个车头黑色的，莫兰迪。对啊，好好看，很可爱。可恶，可爱系列。我这是这种二三十年前的复古配色。对，它那轮框超好看的，还是我们交换轮框？它轮框比我大，会跑得比我快吗？没有，在那个动漫里，小豪就是用大口径的。可恶！跑直线的时候很快，跑弯道的时候会变慢。撞过去。所以我等一下跑弯道会变慢。这是卡通，这是卡通，还是这样讲？那我们就还原卡通嘛。我小时候还是那个，就是下课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去有一间卖体育用品的店，然后走进去你就变成情趣用品。